嗨，今天介绍日本 North Face 指标的单品。日本的 North Face 指标的话是只有日本限定，然后它是跟日本的一个品牌叫做 Nanamika， Nanamika 看到吗？ Nanamika 合作， North Face 跟 Nanamika 合作，然后推出的指标限定单品。那第一个今天这个是灯芯绒的。六分格帽，那基本上六分灯芯绒的话，就不这个布料质感就还蛮棒的。然后主要这一点的细节在先看后面好了，它是调节扣的，然后上面的布章印制在上面的扣环的 logo， 还有正面的 logo。那这全系列的话就比较。偏日系精简风，但它还是有大 logo 的单品啦，那就比较少。其实看得到它的商品的话，像外套啊等等的，几乎都只有就是素面的。然后近期还有一个客厅是这个包包，我想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内袋。就是这样子。